也够有火酒哦，还够有同伙哦，哦安尼哦，比较是哦。咱一个人就是讲，我的脾气无袂做好啦，若无来甲你考验的，咱毋知到底我的火风当作火酒，诶火风呐，火风呐，迄个若无完全只有化，敢会倒起来？个会倒火呢？所以，尽量养成来讲，我平常时啊所修炼、所修养的火候，到底安怎？爱透过咱人来考验，人甲咱考试，人甲咱磨练，才知影原来我的境界到底意思是安尼。好，来，即摆来开始进入咱今日这个本题。